这个人上次我跟他打是输的，但是烟枪的这个能力啊是越打越弱，差一点，晚点要超车了啦，他就那样了。哎、欸，小菜鸡，你知道为什么他打不赢我吗？因为他是两个眼睛这样发育不够快啊，他没有发育卡。我这个血月从头打到尾一直贴的，你没办法跟我比啊。哎、欸，你真的会输吗？我怎么感觉我快挂了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不会零九吧？我不会吧？哎哎哎，完了完了完了的！这个人我从头到尾就没赢过，不是说烟枪后期我会超车吗？说不定有人会那个啊，我选这个能拿到保密币。你可以甩一个那个小斗龙的技能，升级吃一只，所以这个还有机会有配合。然后红色妖怪的技能也可以吃一只。我就知道你办得到。吃，加工也不错。哇，开局四杠五。445血人体质，2023血人，435卡子丁狗，卡子丁狗，耶！以前有常在打竞技场，对这些应该都不陌生吧？竞技场的血人卡子丁狗出场率爆高的，哎、欸，法力风暴糊了。多哈喽！我的还是我的，并且全买了不出。等等，解什么都很快。把这个苹果放在头上。飞刀手，飞刀手是那个也算是炉石吧设计的最好玩的牌之一，跟那个炸弹客一样。这两张都是可以带来。快乐的牌吧，啊，晒一波好了，晒一波好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晒中了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我好厉害哦，我怎么这么厉害？这也行，太厉害了吧？这投弹手怎么回事？色脸炸脸都有奇效、啊、飞刀放狗，他们见识到你有多厉害。我做着梦，而这世界为之颤抖。伊瑟拉，那加一次，哇！没想到我拿了三张牌，只中了一个、欸。孤兽十个手下才拿到恶魔细节，为什么他这个设定的这么困难？反而是小小罗罗，依我现在来讲，还算是也是很慢欸，20个也要很久，哇，好慢哦、喔！天哪，但我觉得绑架带可能比较有搞头，因为这把没有铁头绿啊，你怎么吃也吃不出一片天的，那加机械都没有，所以是升级。机械，要分开或许不容易，但好歹你会拿到一枚金币手下，去大展身手吧。大的放后面，让对手自己来自杀，这是一个技巧。哎、欸，打错字了啦！本来要自己来自杀的，好笨哦、喔，1/5，
害我多扣了至少两三滴。等等，来看看这组全新的手下。一枚，那加一个。老的啰嗦，那一定能打到痛处。恶魔都两个了，会是这个？不可能！哇，吐啊！这个牌也有人要啊！龟缸哎，聊天室啊，龟缸哎，货物是怎样？有这么香吗？你选那一张？朋友，祝你好运。他预判到了我会拆血鬼，所以拿了个错误。天哪！太刺激了！哎，法力风暴四张全拉，那一定能打到痛处，那一定能打到痛处。爷爷，放轻松。可怜的。恶意会不断延续。绑架鲍勃啊！造法打他，原来不会拿到毒哦。原来这个东西打出绑架带是造法，但是对他在他身上没有作用。又给你们测试了一个新东西啊！炉石测试员上线了，你的炉石测试员，你可以少买一只，然后刷牌，然后换一个。你真是个天生好小子，但是就不能做这个测试了，那就测一下吧。可以刷哪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但是刷是两块哦，刚才是米欧豪斯。等等，来看看这组全新的手下。星数的话，大概就一二三了，两块钱加六，还是非常显著的。我等不及想看你怎么指挥这个。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用因为有这个在，之后会有用的。那就点这个的话，按个技能剩三块，刷牌就要卖一张买一张，做得到吗？可以，有可能出香菇，所以我故意不点它刷牌。你看到了吗？哎，合了。雷洛因，燃金丝，继续努力。我知道你会振作起来。师傅没用，不要拿师傅了。合金就是永久了，对，我刚才就感觉他有机会，而且造法很稳定。重生，这边可以升级了，在下面没什么用，所以我推荐的是卖这个恶魔，然后绑那只鱼。那个我是普卡的时候点，所以他可能又恢复了，等等再点一次就知道了。超前部署的概念。永久毒树，各位，这一把看到了一只这个非常暴露的毒株啊，所以这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美术那么奔放，只有它可以露奶，啊、其他人都不行。之前那个珍娜露个乳沟都被改成小可爱了，它居然可以这么大大方方的露出来，哎、啊，那刚丢，可能是因为它长得丑，就没关系，是这样子吗？人丑真好。师傅直接消失。
想到超时空加速直接人没了，没了师傅他就是一坨了。这个好赞哦！天哪，千里眼跟爪点下来有什么区别？都是赚一块，但是如果是点下来，攻击会降低，所以好像没什么优势。这个安排，拿刷牌吧。香菇，找香菇，钱快没的时候再点。然后永久毒素看到了吗？永久，没有消失。所以要变成金卡再按，这个扔掉了。这样能让战斗更有趣。哇哦！哎，真的有小瞎眼，但是物色比较好。为了正义。绑架可以对自己人，你就可以把它收回来再射一次，一直射一直爽。愚人只有下面的有用，所以不要升级按，就直接按。为了正义，然后就用这个操作，你就可以一直无射了。接下来找男爵，这个很好用。然后避免输掉，所以我还是要出站位。你可以炸鸡撞，然后这个会吐两只嘛，所以你要让这个去撞一下，调毒，调毒可以再吐回来。红须不用了，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扔掉，然后换一档物色，然后贝斯就可以拉两个怪，换一个男爵啊，男爵物色点一物。然后由于我有绑架带的关系，所以我可以反复的使用物色的能力。每回合都可以创造一个衣物。朋友，祝你好运。非常非常有系统的打法哎，然后还有加入了很少见的这只猪。这只猪的最大优势是有种族，阿佩尔螳螂的时候方便演化加一，所以直接去拿螳螂也是选择。耶，你看到了吗？反复涂毒，毒超多次的。的确有一只僵尸鱼多拿到一次毒。他们见识到你有多厉害了。打机械要选这个，然后电它。这张不需要。现在就算有男爵，我也没有足够的牌能够拉，因为你要拉的话，这边会需要两张炸机，炸机月亮鱼。男爵才会让男爵有用，所以可以考虑直接升级，升级直接摆一张螳螂上来，一二三三演化还算不错，比拿到一张男爵强很多。升级吧，朋友，你不会后悔的。螳螂会需要草凤，所以先点一下这个分心不亏。大鸡也可以草凤，可以把这个扔了。哦，炸鸡点一五放手里可以。为了正义。你真是个天生好手。这运用到的技巧有没有看懂？鱼打出去可以有稳定的毒，所以这个鱼可以帮你毒加一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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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烂的团啊！输了，我都电他了，还这么烂。
我都电他了。先看一眼对面是什么，他不会是那家啦。所以他是比较偏机械，凡人超克这个香菇口可以点，所以点快没了再考虑。这个如果有盾的话，也是挺好的。好决定，后面我还准备了更好。刚有用的牌都没有哎、欸，真的是快哭了。要选择最适合你的手下，钱倒是挺多的。我会给你好决定，这都在空刷。准备了更好的，所以这个是机械，所以有爆爆差很多。这个滑滑真适合我。老凤螳螂。去大展身手吧！直接打第一个 ，nice 啊！打得真好。然后鱼有光盾，放爆爆。太刺激了！啊，打这个也要放爆爆，怎么这么烦啊？然后要回收这个鱼。不然螳螂嘲讽打不出去。嗯，重生一定要打在这个上面。拉拉拉这两个，你出螳螂有可能多演化一个能力，所以现在是需要的是 base 合一。现在最重要的是 base 要合一，只有 base 合一，战斗力有直接的提升。大，可是你有爆爆了，应该是。你用 base 把牌拉出去，然后螳螂可以吃演化。你如果点 base 的话，就是 base 起来还可以多 A 一下，然后 base 也是会拉炸鸡，意思是一样的。所以这样子打吧，他不会拉错。你真是个天生好手。不要这么恶心巴拉的，好吧？打点多是多，但是他一直在招宝宝来消耗我啊！他一直在招那个垃圾东西在消耗我，快被消耗死了 ！Nice， 世界冠军！哇塞，他那个很烦呢、欸。他那个一只一只，你不要看那个三攻三攻，打我也是一下子就不要打没了。我就知道，我可慢慢耗慢慢耗，我要不要耗没了？什么鬼啊？所以还是在这个海合金，这个有用。说真的，这个有用，它会消掉我的毒啊，对吧？有牌就点了吧，不然可能哎、欸、找到这个了，终于看了好久了，终于看到一只了。你要选择最适合你的手下呀。没东西射，这个有胡须性感，射他。等于说待会爆爆可能要是收回来，然后出亮灵再继续炒作。你这场打得很不错。
垃圾贴图之前有放啊，后来没有，没用，来不及把图拿回来。这鱼其实晚点死扶得到它。现在拉出来的怪是炸鸡跟酒血的那个。有人帮我把它处理了，鱼人干得好啊！哎，增强化开始靠晒了哦，不要让我晒到一个红生机。哎，这个是免费的，又赚一张。哦哦哦！世界冠军！所以不要把这张拿下来，然后毒鱼吐两只，爆爆就可以撤了。爆爆撤掉，毒鱼两只。如果隐身的话，可以稳定排序。他们有一个重生的，会比较漂亮。哇塞！后面我还准备。可是不用啊，合在一起也不会多拉，行不行？合了没用。他已经拉到底了，不能再拉了。你雇佣的这个手下还不错。总还怕会合哎。宾客名单上，螳螂有嘲讽。别错过那个。所以可以把螳螂拉出去。你的阵容怎么样？还可以再刷，然后再拉一个。你要选择最适合你的手下呀。这只有重生，给他隐身。你真是个天生好手。攻击力最低的是4，这个都有计算过的。啊！你要打赢我这个很难啊！拉，无毒，撞，有毒，有毒还会再重生，然后再拉，两个贵贵减18，哎，减16，糟糕，我是不是被他看穿了？再找一个，我刚才是点旋风，因为旋风不会妨碍拉怪。我现在应该是他是很难受了。你要选择最合了，不会多哦，合了可以多拉是不是？怪，这个不会妨碍拉怪吗？所以可以点这只。我有放闪电啊，兄弟，哎，没电到。你们知道什么这个要拿盾吗？就是怕会挤住。完美给他带走，各位，哇，一血反杀。合2次大于合7次，合得多没用啊！
这个组合是看灵巧的，有重生的贝斯啊，然后而且是分开来，这太恶心了。我有防爆爆的，如何防爆爆呢？隐身贴光盾，这个有光盾，它爆下去3D 也无所谓。然后四点攻击力的怪，由于是最小的，它狂风只能抓这两个。这个狂风我有计算过的，只要让低攻击力 的怪继续维持低攻击力，狂风怎么抓都抓不到，并且螳螂演化是最多的，因为这个是不死族，这个是纳迦，这个是鱼人，所以我这个演化螳螂几乎稳定是两个重生，演化三次，然后 base 总共可以拉一个怪、两个怪、三个怪，我可以拉三个，变成金卡可以拉四个，但是代价就是一次会出两个，然后场面上的鱼的数量会减少，会让你的这个月亮鱼涂毒会涂的比较少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就行了，一波华丽谢幕。那主播今天就开到这，台风天啊，台风就是要泛舟，还不然要干嘛？